Zombie Apocalypse.大家好，我是小米，今天来介绍一款 Rope 冒险游戏，挺进地牢 Enter the Gungeon， 由 Dutch Roll 开发， Devolver Digital 发行，于2016年4月5日上架 Steam， 售价为268 NT， 共有66000多篇，压倒性好评。挺进地牢是弹幕加地牢探险的游戏，一群社会边缘人为了完成人生逆袭而涉及掠夺闪避的游戏，最终目标是得到地牢的终极宝藏，一把可以杀死过去的枪，选择一名英雄或合作组队，从一系列挑战中幸存，通过难度不断升级的层层地牢，击败地牢中危险又可敬的不死枪人和全副武装的可怕大佬，搜寻珍贵的战利品，发掘隐藏的秘密，和投机的商人与店主交谈，以便购买强大的物品来获取优势。挺进地牢，一个不断进化的弹幕堡垒，将手工精巧设计的房间优雅地融入程序生成的迷宫中，只为摧毁进入迷宫的一切。但要小心，即使是对哨兵和陷阱最微小的胜利，枪狱也会做出回应，提高迷宫中的赌注和挑战难度，选择你的人物。尽管看起来似乎毫无英雄气质，但每一个人都神身负遗憾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改变自己的过去，同样的勇气和绝望充斥着内心。这些冒险者会毫不犹豫地穿过火墙，滚过枪林弹雨，或者躲在一切可能的掩体后面，来活着实现他们的最终目标，发现和解锁数十种独特而梦幻的枪械，去消灭地牢中所有敌人。每种敌人都有其独特的弹药与战术，发射一切从试制型到真正的导弹、激光和加农炮混合体，乃至稍显怪异但无比有效的彩虹鱼、泡沫飞镖和蜜蜂。是的，蜜蜂。如果你喜欢这类的游戏的话，赶紧手刀加到愿望清单中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请帮我按赞，并且订阅，你的鼓励与支持会是我继续制作的最大动力。如果你有想说或者想补充的，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及意见。